你们俩来了，咱们这屋六个人算齐了。啊，我叫孟凡，怎么称呼？消防大队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市民，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来最后送别孟凡同志。孟凡同志在我市第一化工厂救火中英勇牺牲，他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人民，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会在党的带领下永世长存。